水往事如烟，翻腾的饺子像曾九牛起起落落的人生，没有这一颗颗饺子，也许曾九牛无法从谷底翻身。抹油的平底锅内放入水饺，加水淹没，盖锅焖煮，把水倒掉，继续干煎。曾九牛示范着煎饺的料理方式，就是这一套独特的日式煎法，让饺子外皮酥脆，内里多汁，受到日本秘密客的青睐，煎饺一夕爆红。2008年，日本媒体《争相》报道，评选为冠军饺子。我是开了第三年还是第四年，他才来，真的是惊为天人。他说：“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好吃的东西？而且你们开几年了？第四年。”啊，怎么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后？日本秘密客的神来之笔扩大了曾九牛的事业版图，他把近百家连锁饺子店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回到台湾再从水饺入门。曾师傅包水饺，外皮有一层一层的折痕，是日本煎饺的包法，但是折痕太多，下锅煮容易破裂，于是台湾的婆婆妈妈反倒成为曾师傅的师傅。虽然你在日本拿到了水饺冠军，但是回来还是要靠婆婆妈妈教你。对啊，还是要学啊。跟谁学？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我还没有那么老，所以还是要学。就70才开始吗？对，人生70才开始。曾师傅的台湾水饺人生才刚刚开始，挑战很多。高丽菜挑选品质良好的，姜要去除老皮，挑掉腐坏的。你看它这个姜有些看外表看不出来，那你掺进去里面就整个那个味道反而。那个坏掉很臭。啊，对，瓶管的管。会把一些那个已经枯掉老的那些把它剥掉。挑菜、剪菜，把每一道步骤确实做好。这是因为台湾的水饺太过普遍，要在红海里杀出一条血路，曾师傅必须步步为营。他用最天然的食材把关食安，用海藻糖取代糖，用一瓶500元的酿造酱油替代数十元的化工酱油，用意大利的海盐取代盐巴。食安层级提高，价格当然也超出市场预期。我们的饺子可能比其他的多了1块钱、2块钱。有些客人他会嫌贵，但是慢慢，最近客人都会接受，因为他一旦吃了几次以后，他就离不开了。就常常客人来说：“麻烦了，吃到你们的，其他的都不能吃。”这吃习惯了，我操，9道10道。老刚啦，所以说，啊，人大家那我来做好，让别人做，我这3、4道就完了。炸洋葱，增加肉馅的甜味，而曾师傅的人生真的有洋葱味。30多年前，从事国际贸易的他，因为周转不灵，突然背负庞大债务。他仓促离开台湾，直升到日本，没有亲友，语言不通，吃不好，睡不好，一个月瘦了10多公斤。没有人跟你讲话了，要花费要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一个人嘛。然后一般日本人看不起你，又不能待。你就要变成黑户口了，要到处躲。你要做什么？就是说没有明天了，眼前都是黑黑一片。就在没有希望的绝境中，他学做拉面，经营日本当时最夯的游戏机台，娶了日本妻子，摇身变成百家连锁饺子店的餐饮大亨。近几年，为了照顾超过90岁的父母亲，才回到台湾。原本可以享受退休生活，但就是闲不下来，再度创业。他想尝试做出不一样的水饺。把来自花莲的辣椒下锅油炸约10秒钟，捞起后冰镇，
手工去掉酥炸过的表皮，再仔细的剔除辣椒籽。辣椒还要剥皮什么？完全是对这个完全都不懂啊！可是我们拿来试试看，说讲哎，做饺子试做看看，哇，觉得说哇，没有比这个再更好的，可是就是贵啊。在日本一待30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剥皮辣椒。曾师傅回到台湾一尝之后，绝妙滋味令人难忘。光滑青绿的辣椒泡澡腌制1个星期，让颜色转变成墨绿，沾染酱香。把剥皮辣椒当作水饺馅，处理程序相当搞纲。尽管一颗要卖到15块钱以上，这个新尝试却受到市场欢迎。粤语叫第一卫生，第来好食，吃起来很新鲜，拢无迄款什么红海鲜，这味料都很健康的食料。料都很实在，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组合，也很有创意。那小孩子甚至我喜欢给他各个不同的水饺，然后他一吃进去，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很高兴，然后说哇，这里面有起司，哇，这里面有猪肉，这里有高丽菜。离家30载，乡音改了，鬓毛花白了。曾师傅说他在异乡学到的是日本人对餐饮的热情和执着。能够得到或者学到最大的东西，就是日本人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哇，这一点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日本的职人精神注入台湾的传统水饺，曾师傅让每一颗圆滚滚的水饺都有无可挑剔的美味。说起柠檬蛋糕，烘焙师凯西这样形容：柠檬蛋糕就是真功夫啦，就是它食材很简单，但是做出来对，是那种对各凭本事的。那我觉得就是坚持好食材一定都加分，对，都吃得出来。越简单的东西，它的食材所呈现的那个味道啊，越重要。真功夫重要，好食材更重要。所以柠檬蛋糕的灵魂绝对是万中选一。它的柠檬跟市面上不太一样，是它是用那个自然农法。所谓自然农法，就是不使用农药，不除草，然后让它自然去生长。那我觉得这样的柠檬啊，它的香气非常足够。凯西做蛋糕不用面粉，而选用米谷粉，同样怀着支持小农的心思。像一些农夫啊，他们一些米生产过剩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研发这个米谷粉，对，用米去磨成粉这样子。现在其实也蛮多人用米谷粉会做一些糕点，对。那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好，那我觉得就是想把它融入到我的甜点里面去。7年级后段班的年轻烘焙师，想法却超龄的成熟深远。他希望自己的甜点能成为一个连接消费者和在地小农的平台。我喜欢选择小农，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辛苦的耕种这样子，辛苦的耕种他们的每个作物这样子，然后他们没有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去就是管道去行销他们的产品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对，因为很多很好的一些食材啊，对，都被埋没了。那我觉得，那我就是借由我就是蛋糕这一块，就是我做蛋糕，然后用使用他们的一些食材，对，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被看见。糖出炉的，对，边滴边刷，对，让它糖水直接吸进去。这个糖霜跟一般就是不太一样，是我是比较偏稀一点的，放在柠檬蛋糕上面的那个的时间，就是它一出炉趁热的时候我就刷上去，让它的蛋糕吸满它的柠檬糖汁，然后蛋糕也比较会湿润一点。如果你要结成霜的话，那可能糖要再用多一点，对，然后我蛋糕我会比较强调它的一点酸度。在担任烘焙师之前，凯西在科技公司上班，但是骨子里的甜点魂终究战胜理性，宁愿舍掉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跑到知名烘焙坊当学徒。
是我做了大概快十年的上班族，然后你是被耽误的烘焙师，被科技业耽误的烘焙师。我自己太爱吃啦。那以前在厨房菜鸟就会被要求切洋葱、切大蒜的。有啊，我所以在野鸡房菜鸟会被怎么样？我曾经。洗了一个多月的水果，就是每天去都要洗水果，洗水果就是洗水果，都要洗草莓，对，而且每天都好几十篮这样子，一篮一篮算。从那时候开始磨练，对，磨练到就是很会处理水果。洗水果洗了不知道多少日子，基本功连同耐心耐力都练得扎扎实实，所以凯西的甜点工序都很繁复。因为他不怕麻烦，更喜欢自找麻烦。像是材料，他不愿意叫现成，而是亲自跑产地拜访生产者。宜兰夏日毒辣的艳阳没吓跑凯西，他说每回看到柠檬爸爸吴文旭跪在地上采摘，用谦敬的态度对待作物，心中的感动难以言喻。真的很香，用完就回不去这样，因为它真的它的那个柠檬的那个精油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迷人，只要进来过摸过的尝过的大概都跑不掉，因为它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魔力，说我也是叫柠檬，可是为什么我能够吸引住你？对，就像我讲的，你们执行的人或者是你在使用它的人最清楚。啊，同样叫柠檬，可是为什么你东西那个韵会那么强？我会跟你讲，就是它回到现场叫做自然的力量。这一股自然的力量就是果园施展的魔法。采用自然农法，不撒农药和除草剂栽种的柠檬，迷惑的香气还让人产生错觉。我用你的柠檬做蛋糕啊，然后就有人问说你是不是有加香精，我说不好意思没有。那你有吃过他的柠檬蛋糕吗？哎呀，那个太迷人了，不行，那个味道我本身就喜欢酸的，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先闻嘛，看就看得到，我就一般视觉都这样，扎扎实实，那味哪很重啊？对，结果一吃的时候闻就闻得到那个香味好浓，然后吃下去就啊差嘛，就像他刚刚讲的回不去了。然后所以你们两个都各自回不去了这样子。拜访完文旭的柠檬园，接着转往五节乡，在绿海稻浪中寻找蛋糕的基地。传承三代的无毒冠军米，研磨出来的细致米粉让烘焙师眼睛一亮。是哦，像那个很厉害，它就是可以取代那个低筋面粉。是，因为面粉对小朋友有些人他会麸质过敏，他米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无麸只要是你对麸质过敏，几乎大部分人都会用米粉下去取代低筋面粉。发现就用你们的米谷粉做蛋糕，然后或是饼干。它的那个化口度啊，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清爽一点，就是不会像一般用面粉做的，然后就是有那种积在那种食道啊，那种或是那种胃不舒服的情况。它找食材很用心哦。对，阿姨呢，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小郎也需要他们的帮忙，就很像那个。我们一般吃的蜂蜜，一块蛋糕汇集了土地最真实纯粹的气味，这是凯西心目中甜点该有的样态。从知名烘焙坊到五星级饭店都历练过了，凯西决心自己创业，按照自己的心意制作甜点。褪下光环之后，刚开始势必有段黑暗期。没订单，他就跑到烘焙教室教课，分享烘焙理念，也从教学当中慢慢拓展人脉。他是一个自我非常要求的一个甜点师傅，那他自己也学过很多，然后那他对于食材，尤其是在食材方面，他的材料都非常的讲究，他什么都一定要用到最好，然后他也都不惜成本，然后也花很多的时间在把他的成品做到最好，他是我看过我觉得还蛮认真的甜点师。只要多一个人认同他的理念，这个年轻女孩就能朝梦想更前进一步。大
单飞虽不容易，更需要加倍的努力。但是起飞后的天空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那就是很真材实料，不会让你觉得，反正就是用很高档的芒果。超好吃，它的口感跟它的用料就吃得出来是非常非常好。松弹的面粉被快速搅拌唤醒，与减糖清爽的海藻糖螺旋跳舞融合为一，慢慢倒入进口发酵天然奶油，把沉睡的嗅觉唤醒。好吃的甜点可得像童话城堡一样，一层一层甜蜜加工。慢慢加入，搅拌混。为了做出顶级牛奶酥饼，得轻柔对待，像捏陶艺术一样，手感塑形。把这整个，像它有边嘛，要把这整个角捏出来。你直接就好了。然后它其实是很松的。温柔揉捏却手感快速，店里每天至少要出90颗乳酪蛋糕，酥松的酥皮在弹指间成型，接着是蛋糕的主要灵魂，让客人幸福上瘾的无限乳酪，让整个锅底啊，它是顺着这个锅边然后平均的烤，这样它也不能定点这样烤，定点烤的话它整个会焦掉。有别于过去原料，改换高成本日本北海道两种不同口感乳酪和时盛奶霜，依照黄金比例在锅里搅打，力求奶香浓郁却滑顺爽口。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在测试，然后调出这个非常爽口的比例。只要是喜欢吃乳酪蛋糕的，一吃到我做的乳酪蛋糕，它就一定会有点惊为天人。老板口中充满自信，来自基隆和平岛长大的吴金龙，从小跟着师父做学徒，一路做到厂长、研发经理，征战各大小比赛，还获得蛋糕协会冠军。他的无限乳酪就是经典招牌。一把甩进酥瓶里，老板一抓称重，精准到位，这就是20年烘焙功夫。我调配的这个北海道乳酪，它就是牛奶香味真的很浓，很清爽，很清香，然后完全没有那种厚重感，又减糖30% 左右，那吃起来，对，它就是，我觉得是夏天吃也很爽口。要让乳酪蛋糕一年四季都受欢迎，吴金龙找到了各地小农精心栽种的水果，产地直送，为雪白城堡披上宝石外衣。仔细切片爱文芒果，香甜清爽，是夏季首选。老板一点都不吝啬，一块6寸的无限乳酪，至少要摆上1.5颗的爱文芒果。会先把边绕起来，那这个步骤蛮重要，把它整个用密集这样，哦，那看起来它就整个很圆满。静置一夜，冷却熟成，堆上扎实的芒果大冰，原本雪白纯粹感立刻有种夏季清凉，叠上金箔和绿叶点缀，成为镇店之宝。各个水果宝石乳酪蛋糕在柜上闪闪发光，火龙果也是热销品，热情奔放的大胆配色，一口咬下，舌尖香甜清爽，舌后浓郁醇香，每次一开店，热门口味一扫而空。味道吃起来我觉得特别好吃，有那个很浓郁啊，很绵密啊，然后跟外面的吃起来味道不一样。那已经来几次了？7-8次。顾客排队的还有这一位，蓬松奶香生乳卷，手感利落卷起，精准刀工切下，高贵口感的法式甜点，切片却不到100元价格，这是老板当初回乡创业初心。其实那时候妈妈带嘛，也蛮辛苦的，然后所以吃甜点、吃蛋糕，我觉得在当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的，因为9-9 4-1-4，那觉得很舒服，甜食嘛，然后吃了心情很好，然后也是一种奢侈感，直到接触到烘焙，怎么那么好玩，那么有趣？自己在做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边角料嘛，一个试试味道，然后觉得说哇，这工作太好了，可以试做好吃的甜点给大家分享，对，然后自己也可以品尝到这个乐趣。
能把乐趣做成置业的又有多少人呢？从师傅家的厨房到工厂的厂长，再从比赛的冠军到创业的老板，吴金龙这一生都跟甜点为伍。20年来征战各地，曾经待在厨房苦练4天3夜没睡，每当想要放弃时，一回老家看海，顿时放松。回来基隆，回来家乡，回来和平岛，那我觉得哇，怎么那么漂亮，整个很放松。对，小时候常看没有感觉哦，不过后来离开基隆久了再回来，我觉得每次回来都很舒服，会觉得整个心灵是很放松，然后很喜悦，就是家乡的感觉是在别的地方没办法感受到。我要把这几十年的烘焙经验对带回来基隆。家乡每每是他的心灵充电站，但他能为基隆做些什么呢？是时候该回来了。他想用最棒的甜点回归故乡，带动故乡繁荣，也创造就业机会，让年轻人在故乡有工作，不必离乡背井。每天热销百份甜点，他却保持谦卑学习，持续用感恩的心，手做的温暖，传递幸福。饭吃，啊饭吃，加一包饼，这样490。餐台上挂满了刚出炉、焦糖色泽、油油亮亮的烤鸭，爱吃的老饕很难不被吸引而来。来，各加一包饼，谢谢你。谢谢。谢谢。算是老顾客了吗？算是了，因为他很有名，品质一直都很稳定。开业超过30年的外带烤鸭店，不只是排队美食，也是全国烤鸭王的冠军店家。它烤鸭就是要油嘛，它皮很香很脆。节庆啊，尤其什么爸爸节、妈妈节啦，什么只要有什么节庆，三大节庆什么，你就会看到排队排很长。所以预定的时候也不一定预定得到，要现场来排队。师傅将鸭胸和鸭腿肉片下，刀法利落，其余的鸭架再用大火快炒，料理成香辣下饭的3杯鸭骨，一鸭两吃，大大满足。烤鸭的话，当然就是训练国中旁边有一间烤鸭，他拿过很多冠军，所以可以来试试看。对，都会这样跟朋友介绍，对不对？对，没错，就很深刻的印象。对，所以今天也专程过来。有香港的观光客赶在要回国之前外带烤鸭，还忍不住当场大快朵颐。你本来就爱吃烤鸭？对，那个很香啊，然后这个也很好吃啊，这个油就是很多油汁在那个口里面啊，所以很好吃了、啊，不会太咸，就是有带到那个鸭味出来了。他想吃黑皮鸭，他讲了好几天了。然后我们就想着来士林这边吃，感觉也是挺正宗的，那酱料也很香，它饼皮很薄，然后吃起来所有东西都刚刚好。从士林商圈发迹，收服了无数嘴刁的客人。情同兄弟的这对合伙人，个性互补，把生意越做越好。他是文，我是武。文武啊？对，他头脑很精，很厉害，他很会开发一些东西。啊对啊，我那时候他有跟我提到，我就知道说哦，我的方向在哪里，我会去朝着这方向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来做这方面的讨论，然后进行这样。徐宏鹏和郭中正当兵时睡上下铺，一个人是农家子弟，另一人在野柳的海边长大，知道要出人头地只能靠自己。就因为退伍前破百时买烤鸭和同袍庆祝，也让两人嗅到了商机。首选就是买了烤鸭，然后觉得大家都一直说烤鸭很好吃，说我们很会买，然后我们就当初我们就想说，也想创业的时候就想到第一个就想到烤鸭。卖烤鸭不是说说而已，退伍后离乡背井，到台中当了2年学徒，再回到台北创业。做吃的细节很多，有时候人手不足，时常一直就是做不出来想要做的东西，就一直很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到3更半夜还在做。每天早上都6点多就开始工作，他工作到晚上差不多12点。每天从早忙到晚，就是因为这功夫鸭要好吃，程序真的非常繁复。
选用饲养85天到90天、3斤10两重的台湾土番鸭，一只只吹气变成了胖胖鸭，皮肉分离，然后最主要这样子，它皮跟肉分离的时候，它烤鸭因为会热胀嘛，热胀鼓起的时候，它皮会更脆。将花椒、丁香、草果等10多种的中药材磨成粉，均匀的涂抹在鸭子上才能去腥。因为它的那个中药味道蛮重的，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一些盐巴之类的，它会吃得更快。因为我们那个鸭胸肉这边比较厚嘛，所以我们的香料尽量就往这边。放入冰箱腌了一天的鸭子，还要经过热水烫皮、淋上麦芽糖水的步骤，才能够烤出诱人的色泽。热水是要让它表皮撑开，这样的话我们在淋麦芽的时候，它才可以把麦芽的甜度跟颜色吃进去。那鸭子烤出来才会是黄金色样，它里面是有一些香料跟麦芽。然后去组成的，所以它的麦芽是它其实是有点咸度的，然后鸭子才会吃起来才会有一个香气存在。淋完麦芽糖水的落汤鸭，还要等大约1个小时完全风干之后，才能够送进大烤炉。背部先烤，胸部的话是比较容易受热，速度很快。一个炉子同时烤10只鸭，火力全开，炉内可以达到270度到300度高温。在烤的中间的话，你不时的话要去看它的颜色变化，然后要不时的跟它翻动，然后注意它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要注意到，烤出来才会均匀。可是你刚才在看什么？我看到你刚才重量啊，不是看是秤啊，就是用手去，对对对对，去抓它的重量。所以它是怎么样？30年的棒子。鸭子从原本的3斤10两重，烤好时会变成2斤半，就是凭老师傅的手感才能烤得恰到好处，鸭皮呈现枣红色，油亮又酥脆。烤鸭已经是个体力活，还坚持自制饼皮，将揉制好的面团切成2公分立方体，关键还得刷上鸭油。有蛮多人说像打麻将，整齐的话，我们在工作上啊，或是说在上那个油的部分会比较好上，上过4层鸭油，那自己手工做，它的味道会吃起来会比较香。自己也会做面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面食的饼皮呢是非常优的。饼皮每天现做，传统的葱段也改成细致的葱丝，甜咸适中的甜面酱，还要加上蒜片。这才是徐鸿鹏和郭中正认为冠军烤鸭最完美的组合。情同兄弟一起拼搏，如今开了3间店，第二代的两兄弟开始接班，除了传承还要创新。爸爸也给你们认可了吗？对啊，有给认可，就是到现在都放心交给我们来做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们就等于两个兄弟负责其中一间店，是不是？对对对。业绩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还可以，还可以。包装的部分我们就改进步了蛮多的，对，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也蛮卫生的，所以更有质感去提升这份的那个价值。帅，感觉很精致化哦，还有起来卫生干净这样。还有的像有的都用塑胶袋啊，或者碗稍微装一下而已，他是用这还脱模什么的，让人家看起来第一时间看起来说，好像很高级。冠军烤鸭并非浪得虚名，炉火纯青的技术维持30多年来的好味道，但也与时俱进，创造出更多新的风貌。内用吗？好吧，先看一下菜单，先点一下，待会帮你安排座位。用餐时间，老板亲自在门口接待，只要慢一步，想吃就要多点耐心。都说牛肉面是国民美食，这家店却卖成排队美食。客人甘愿等的好味道，来头可不小。来好了，1000顿红烧冠军牛肉面。冠军招牌名气多响亮，老板陈家斌卖的牛肉面可是4冠王，荣获过4届牛肉面节冠军，2010清炖组冠军，2012、2019红烧组冠军，2020麻辣组冠军。这3种口味冠军牛肉面，滋味不同，卖相更不同，一起送上桌，气势了得。
但要扛得住冠军头衔，真底子功夫上可不得闲。红烧汤头熬成漂亮琥珀色，嚼在肉块上散发出诱人浓浓香气。这碗红烧牛肉面拿下过两届冠军殊荣，老板陈嘉宾有自己一套牛肉面哲学，一汤二肉三面四价格，手中的汤底当然就是他最坚持自豪。红烧汤头的灵魂就是炒料，大把新鲜葱姜蒜下锅，配上蒜片辣椒酱，特别的是光调味的豆瓣酱就特别选用两种，不一样的层次，其实让汤头有更多元的风味，它那个层次会越丰富，喝起来会越不一样的感觉，汤头味道才不会单一。炒料加入牛大骨熬制的汤底中，确保味道能完全融入，料到变成成品可以端上桌，需要经过三天三夜的试炼。那这样制作的汤底，其实牛的牛肉汤喝起来会有牛骨香气。而汤头的最佳灵魂伴侣就是肉块，这碗红烧冠军牛肉面里面选用牛腱心和牛肋条，下重本用腱子肉，是经过多次尝试，认为嫩中带劲的肉质最能吸饱汤汁精华，入口唇齿留香。一头牛呢只有四条腿，每一条腿只有一个腱心，就这么小，大概做的牛肉面大概寥寥可数，所以这算是很珍惜的部位。它肉还蛮嫩的，汤头也是蛮不错的，因为其他的都好像只有咸味，没有那种香气，没有那种肉味。来，红烧牛肉面阳春。隐藏冠军方程式的红烧牛肉面也是店内冠军品项，但其实客人嘴里吃的鲜香够味，陈嘉宾的研发过程则是酸中带甜，肩上扛起的是初为人父的甜蜜负担。小 baby 刚诞生之际，那刚好又要参加牛肉面节比赛，那时候就索性把自己关在这个工厂的厨房里面，大概关了三个月，然后回到白天回到家摸摸小孩，然后晚上就在那边熬夜，然后努力煮通宵。陈嘉宾跟太太一起创业开牛肉面店，那一年他才刚退伍。因为父亲80年代就开始卖牛肉面，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当完兵的年轻小伙子没想太多，也一头栽进牛肉面世界。但创业嘛，哪有那么容易？一开店就遇到严重的 SARS 疫情。那时候 SARS 其实比现在的跟现在的去年三年的疫情是一样的，大概没虽然没有进内用，但是路上是寥寥可数。那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去把它撑下来。那直到后面有陆续参加比赛，那也打开店的知名度。和太太携手，靠着努力研发拿下冠军头衔，逐渐站稳脚步，从一家 Kiketsu 开到5间分店规模，眼看一切都步上轨道。但陈嘉宾万万没有想到，草创时期遇到的艰难又在席卷而来，冲击他的牛肉面事业版图。疫情来临，那时候我们在机场已经住了两个点，那时候业绩大概不到10%吧，就等于说10个客人只剩来1个。也是在疫情年，陈嘉宾在研发出麻辣藤椒牛肉面，2020年又一举夺下冠军，滋味更是国内首创。哎，麻辣藤椒牛肉面一周，它加入了藤椒，那藤椒呢，它是蛮特殊的一个香料，那它有别于花椒的重清香，它是有一点淡淡的柠檬味道。特制麻辣牛肉面前前后后试了20几种版本，点缀上面的小小藤椒就是精髓所在。香料从中国进口，融入到地台式牛肉面，蹦出新滋味，尝起来麻而不辣。另外，人气商品清炖牛肉面，在熬制3天3夜的汤头中加入盐巴调味，完整保留原始牛肉鲜香。但在新冠期间禁止内用，靠着这明星三巨头也无法填补亏损大洞。只是危机就是转机，陈嘉宾靠着冷冻调理包找出一条活路。不管是针对团妈啦，或针对社群起团购啦，那甚至我们开发了很多宅配到家的服务，甚至到那个离岛部分我们都有做配送。疫情下宅经济兴起，他的中央厨房也因应而生。
大锅子一锅一锅炖煮，每日大量生产，要保证客人宅配到家吃的跟店里味道一样，得导入科学化方法。你必须在每一碗牛肉面里面都要放四足的盐巴、四足的糖分，然后多少克的肉、多少克的面条，这都是需要做 SOP 的控管跟规划。陈琦爸爸第一代好手艺又翻转出不同新花样，如今开店几十年过去，和太太一起走过高光时刻，也曾踏过幽暗低谷，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妈，也开始想把这份好味道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当然会继续传承，继续传承。你有教他吗？有，出生就开始教了。毕竟陈嘉宾说，牛肉面就是他认定一辈子的志业。评审吃到的虽然是冠军的味道，但是要让民众吃到的那一碗是冠军，那才叫冠军牛肉面。冠军的定义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冠军牛肉面头衔再亮眼，也比不过客人脸上满足的表情来得耀眼。2018年韩国釜山国际技能人厨艺大赛，五个新台湾之光诞生，一举打包五金一银一铜回台湾，是烘焙界未来无可限量的将才。很紧张，你现在跟我说我也很紧张。现在是最新出炉的翻糖新人王五分之二，但十月底出国比赛前的最后练习，17岁的郭姿宇和陈嘉妮对于即将在国际舞台的初登场还是不可置信。自己去逛街，然后我就突然接到民警的电话，然后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两个少女们口中的民警就是他们的伯乐老师谢民警，业界知名的翻糖甜心美女老师。名师高徒的缘分起始于企业基金会结合全台湾四个公益机构提供餐饮技职训练的将才学堂，学员们多是学校老师特别费心的高关怀青少年，都很乖啊，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还会争先恐后的当小帮手。30个人的班级，从做中学培养一技之长，然后考烘焙证照。谢民警大方分享自己的经验，一路陪伴鼓励，是最受欢迎的亲切大姐姐。花瓣要薄一点，然后不要太规则。这一堂在谢民警工作室里上的翻糖蛋糕课程，是从30个学员当中再挑选出特别认真或是有天分的学员，进行8堂的密集集训，目标釜山技能大赛。它味道也是像比较像棉花糖，可是吃起来我觉得比较像软糖，就看起来像美劳克哎，很像啊，所以就是这就是好玩的地方，把可以吃的东西做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对翻糖情有独钟，喜欢它的高可塑性，可以千变万化，一头栽进翻糖的世界，努力钻研，才短短3年就摘下2016年釜山技能人烘焙大赛的翻糖结婚蛋糕金牌，是这一群孩子们的学姐和榜样。但做烘焙教学其实是副业，谢民警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学校园里的心理咨商老师，校园里的心灵捕手，专业又亲切，喜欢帮助别人面对问题解决烦恼。谢民警以同理心聆听理解大孩子们的想法，也快速累积人生的见闻。有些真的很像8点档的内容，然后就甚至有些内容已经到我们都觉得看那个连续剧也蛮无聊的，就是没有真实我们听见的还要精彩这样子。知道每个人生都是独特的，没法规格化的，特别疼惜成长过程中遇到岔路的孩子们，美女老师特别有耐心，也容易走入他们的内心。他们一开始很常生气，就是作品烤出来的蛋糕跟老师长得不一样，然后就生气，然后就有人就会当场就是做不好，就当场就哭了。这也是一堂翻糖技术柔和人生态度的总和课程。郭姿宇从曾经没耐心想砸烂蛋糕，手中肥嘟嘟的高丽菜，到现在已经进阶成了优雅的玫瑰花。心很重要吧，如果你没有那个动力或是没有那颗心想去学习，我就觉得就是什么事好像都做不好。
这真的好很多，它进步为下学期的主角，现在有90分了吧？哇，那么高哦！哦，所以这个是山茶花。努力总会遇到机会，孩子们的成长，基金会的哥哥姐姐们全看在眼里，也鼓励他们站上国际竞技场和别人切磋。就算没有得到名次，拓展视野就已经是收获。当然，能够带回奖牌当伴手礼更好。针对真的，哎，有需要，他可能有烘焙的一个潜力，但他缺乏资源的，都可以来申请我们这个烘焙匠才的圆梦计划。从没有自信心到拿下国际大奖，成了台湾之光。这群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下的不只是奖牌，还是对自己的肯定。那以后呢？打败他？有机会。有机会吧。未来就像是手中的翻糖，由自己决定要长成什么样子，再涂上亮丽的颜色。他们证明，只要有心加上行动，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匠才。一根法棍打开吴宝春的面包世界。咬下去的时候呢，就咔嚓一声，很脆。那我就很惊艳了，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会脆的面包，因为它的面包都软软的嘛，要不然就软呢，这样。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忽然间我心中有一股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不会做面包的面包师傅一样。20年前在台湾做面包已经有十几年经验的宝春，吃了日本面包才发现自己还要从头学起。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日本师傅端一盘哦，一盘，你知道很可怕，就人啊都堵在他前面，他没有办法上架哦。然后他把面包呢，就是把那个盘子呢往上，这样才把我过去哈。结果他还没到店里的时候，已经被拿完了。面包是一门科学，是面团、酵母、温度、湿度和时间的千变万化。早年台湾面包师徒制，发酵温度、时间完全没有准则。日本是最早西化的亚洲国家，吴宝春估计面包技术台湾落后日本至少30年。为了寻找好吃的秘诀，吴宝春甚至到日本面包厂学习，得到老师傅真心的传授。他说我的眼神充满渴望，他跟我说他，因为他说现在很多师傅已经没有这个眼神了，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说他一定要把我教会。24度是日本面包面团最好的温度，发酵4小时，每小时控制温度上升1度，4小时28度后进烤箱。吴宝春说，当他对面包之其所然，也就是他功力大增的时刻，开始往梦想一步步前进。桂圆面包拿下世界面包冠军，成了台湾之光，故事还被拍成一部励志电影，吴宝春几乎成了台湾面包的代名词。你说你有一天你要做世界第一棒，面包万岁，我是世界第一。而即使当了老板，吴宝春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在烘焙室，遍寻本土食材，用台湾原生种肉桂做肉桂卷，有别于外国肉桂的浓烈香味，台湾肉桂散发淡淡清香。而且它是绿色的，那个外国那个皮啊，它是咖啡色的，所以说那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味道也不一样，那当然就是它比较温和。连台湾小米这种糯性很强、不容易膨胀烘焙的作物，吴宝春带着团队不断研发。它表面都是有这样小气泡、小气泡，一般的面包不会有，这个就是它的特色。这个面包呢，它是使用了天然的酵母，然后它是用我们的那个小米去发酵的，是属于台湾的味道，所以它有一股很清香的酸味，跟你在欧洲的酸面包不一样。酸面包对，特别酸，这个不会。这不会，这是它比较温和。胖这个事情，其实是几个葡萄牙语，是到了日本，再从日本再到台湾来哈。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强调台湾的物产要做一个连结。邱玉欣媒体人出身，喜欢旅行写作。吴宝春用文化人管理公司，就是希望面包不只是面包。
宝春师傅他有一个特质，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职人精神，所以很多事情他勇于尝试。比如说面对像我这样从山里面走动，然后有很多的植物，那这些植物他就不断的去测试。从乡下小学徒到面包大师，谁影响他最深？吴宝春说是母亲吴贤。困苦养大八个孩子，是妈妈教会他勇敢、坚毅和爱。想到母亲的那一幕是什么样的那一幕？就是他在大太阳底下在裁缝里，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春兰难道虽然傻哦，但是咱不欠的，就是他就不想欠的。过去可能是我在那样的环境长大，所以过去的我是一个很自卑的面包师傅。以前呢，就是当师傅的时候，人家问我说：“啊，你在做啥？”然后我就头低低的跟他说：“啊，我在做胖。”好像当面包师傅好像抬不起头一样。以前，我告诉自己，我下半辈子我还要做面包。除了改变我人生，还有就是做面包呢，它让我找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谈到面包，宝春师傅的眼睛总是闪闪发光。最珍贵的是，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以前啊，就是小美、唐岛富贵冰淇淋，然后吴念真他代言，吴念真大哥他代言的那个唐岛富贵冰棒嘛，我很喜欢吃。这是你最喜欢的？对，然后也是我研发的这样子。用面包阅读世界，用面包阅读台湾。从法国面包到红豆混桂吐司，吴宝春其实是用面包书写人生。20几岁就会来这里吃他的活鱼，吃他煮的活鱼，喜欢吃所以常来。菜色很丰富，就是可以用鱼变出各种料理。这家真的很好吃，应该给到4.8、4.9。满桌的鱼料理不止老少咸宜，还能让饕客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活鱼餐厅的老板厨师古少智，不止手底有厨艺魔法，头顶还有桂冠光环。活鱼料理比赛冠军端出的美味，让熟客3不50就想专程直冲石门水库旁，让舌尖一尝鱼水之欢。大尾草鱼切成鱼柳条，沾粉下锅，要炸到耀眼金黄，外酥里嫩。咸蛋黄发泡之后才会有香味，咸蛋黄的香味出来。对对对。那如果说你没有炒到发泡，它咸蛋黄的香味出不来，卖这道菜算我们的算第一家，主要是蛋黄麻烦了。咸蛋黄炒成金沙，再替柳条肉黄袍加身，大火热炒成黄金鱼柳。胡少智就是靠着这道创意拿手菜，拿下活鱼比赛冠军，在竞争激烈的水库活鱼餐厅群中跻身名店行列。有一次我们就包粽子，剩的蛋黄。啊，我们就闲着没事就来做，然后哎，吃起来口感也不错啊。道地客家人惜福爱物，无心插柳变出的黄金鱼柳，成了附近同业跟进的品项。创意菜很响亮，而最传统的菜色，古少智也有一手。皮受热之后，它炸的时候它就会卷，它会变比较漂亮。然后你吃的时候，它酱汁也会跑到那个比较深入一点点。来这边的餐厅的小朋友。他比较喜欢吃我们家糖醋鱼，就是因为我们家糖醋鱼不会那么酸，以甜为重要。酸香不呛，甜而不腻，古少智斟酌出最适中的酸甜比例。每家活鱼餐厅必备的糖醋鱼，硬是做出差异滋味。而泰式柠檬鱼，最近10年左右游进活鱼餐厅的菜单，古少智也算是先行者。当初决定做这道料理时，泰国菜他至少吃了10家以上，用舌尖分析柠檬汁的比例和调味，做出最适合台湾人的口味。因为竞争啊，我们这边活鱼店实在太竞争了，你偶尔要做一点点创新啊，新的口味常常要去外面吃，就是这样，我们吸收一点其他不一样的料理。石门水库汇聚雪山山脉的纯净好水，是北台湾农作灌溉和日常生活的活水源头。
石门坝下游的养殖业者利用地利之便引水库排水，养出的硕大肥美也造就石门水库周边成为丁杠五苗虾的活鱼餐厅群聚点。最小的鱼大概都是七斤以上，一条鱼七斤可以做四道。水库里面抓的会有，但是很少，量不够，不够做商业用途啊。我们这活鱼餐厅的鱼一定都是活的，给我们之前大概一到两个礼拜，他都是不给他吃东西的，他要把他肚子里面不好的脏东西给他排掉。草鱼的肉质结实弹牙，而乌溜软嫩细致，都属于大型淡水鱼，肉多刺少，适合拿来做一鱼五吃甚至十吃。因此多数活鱼餐厅提供的选择都是乌溜跟草鱼，客人现点现抓，厨房现宰现料理，鱼汁从离水到上桌十道菜不用半小时。师傅们不只是厨艺好手，还得要是快手。每个人做的工作不一样，然后就是大家互相配合，炸好的人马上就拿给炒的人，炒的人马上炒，炒完就上菜，假日像打仗一样啊，真的啊，我们都要早上起来就开始把所有的配料都先准备好了，然后客人一进来我们就开始像打仗一样。将近40年前，民国80年代前后，台湾经济还在起飞期，假日到水库赏风景吃活鱼成了北台湾的热门休闲活动之一，活鱼餐厅的数量高达上百家。古少智的父亲原本是木工师傅，年老眼花之后，木作工作变得吃力，而萌生转行念头。加上看到活鱼商机，于是改建住家做餐厅生意。但夫妻俩不善料理，只能看师傅脸色。加上是后起之秀，拼不过老招牌，差点撑不下去。挫折超大啊！做前半年，我妈妈说我要放弃，我想回去，我们回去继续做木工好了。那怎么没放弃？我爸说再撑看看啦，再撑看看啦。第一代创业者不断学习经营之道，最终让餐厅步上轨道。就算活鱼餐厅的盛况大不如前，从上百家淘汰剩下50家，五家依旧靠着好口碑在美食战区屹立不摇。我们家开餐厅之后，我就没有六日这个东西了，做怕。我姐姐更夸张了，大学毕业就赶快找人嫁，不想在家里啊，家里嫁不掉啊。对，我没办法，所以我只好在家做事啊。跟姐姐一样，想要逃出自家忙碌的小池塘，电子科毕业的古少智退伍后一度跑去科学园区上班，但父亲客家人的长子承担思想根深蒂固，传统观念的12道金牌又把古少智从外头给绑架回家。你再不回来，以后不要跟你住，以后你不要看我。他就冒出这句话，我就想着，那老爸年纪也有了啦，你跟他争执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回家接棒不是出于心甘情愿，古少智的态度倒也健康，既然躲不了，要做就认真的做，否则摆烂下去岂不是两头落空。于是认份的跟着资深厨师学习，菜单去无存精，上百道菜泰选剩下50道，跟别人比拼，每一道都得在心中排得上名。年轻人有想法，还积极参加美食比赛，观摩别人，精进自己。大家生活提升了嘛，吃的多了，比较多了，就会有开始要求多，我们也要想办法跟上客人的那个水准。青出于蓝，古少智拿下冠军，餐厅资格不是最老，规模不是最大，也能在众多活鱼名店中占有一席之地，认真做成了父亲的骄傲，其实也成全了自己。中青会会有一些聚餐啊，然后就有人夸奖说啊，你儿子很厉害啊，哦，他脸上就有骄傲。当初羡慕在外面上班的同学们能够周休二日，现在反倒成了同学羡慕的对象。古家两代各自面对挑战，至今维持炉火不歇。父子传承的其实是不服输的客家应景精神，尽你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做了，就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弃了。
不同于父亲的硬逼方式，未来儿子要不要接第三棒，吴少智说他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只要站在工作位置上的一天，他会以身教示范继续认真，就算活鱼料理冠军没人接棒，其他领域的冠军也不会相距太远。下午三点准时开门营业，人潮就像是海水一样灌满小小的店面。位在台北市曾咖和平东路最尾端，是木栅小地方的人气面包店。展示架上琳琅满目的面包，散发醇厚半香，70多种品项对着客人招手，让人感叹诱惑太多，而胃又太小。350来，买多少钱？将近400块吧。它是天然酵母的，那面粉也是比较进口的，比较好的，所以吃了不会胀气啊。对对对，一般的面包店用那个化学发粉的，吃了就会胀气，容易那个胃食道逆流。所以你有感觉？这很明显啊，吃的比较会有香味那样的，也不会是说那个什么香精那一类的，不是那种的。我每天都来买，我对，有时候我们亲戚来，我都买了1000多块寄回去。要成就客人超级捧场的口碑面包，老板高奇威一早就上工做准备。招牌吐司蜂蜜吐司，一般蜂蜜直接抹的话会流嘛，烤了就不见。那我们希望让客人吃到有馅的感觉，所以有加面粉跟发酵奶油去调和，对，是不加任何糖分，就是纯蜂蜜。高筋面粉加入蜂蜜奶油，要让面团柔软有内涵。真材实料还要有闲工夫，面团打出筋性之后休息30分钟，要送进5度C冷藏至少12个小时，做低温发酵，让面团又咪咪碎当当。27正负0.5都可以了，为什么要？因为27，你温度越高的话，呼吸越快，容易老化。那透过长时间发酵，你控制不好的话，它隔天可能会更过大，空气会过多，会过酸。那温度过低的话，你时间要拉很长才能分割。我们做的是冷藏法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酵母量是用很少，比一般少一半。你酵母越多的话，它是呼吸会越快，那空气会越多，那蓬松度会越好。那相对越少的话，就是比较绵密，然后湿润，然后 QQ 的感觉。大面团分割之后进冰箱冬眠，换上前一天的前辈出场接棒。继续变身招牌蜂蜜吐司的奇幻旅程。面粉加入高比例的芝麻糊一起搅拌，空气中散发醇厚香气。高奇威正在做的是店里另一个招牌人气芝麻牛奶面包，一样如法炮制。低温冷藏发酵12个小时才能吃一粒，前一天的面团擀平后包覆内馅，就像是在包水煎包一样。高奇威和太太用料超大方，一点也不手软。我觉得吃起来要过瘾，要有一吃下去第一口感觉就哦好好吃那种感觉。我不喜欢就是馅跟面团就是分开吃到，我希望是在第一口的时候就吃得到这种感觉。传统面包吃起来的感觉是蓬松嘛，然后就是馅一点点，然后面包很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面皮和内馅的重量1:1，高奇威的面包走扎实路线，不加泡打粉等人工添加，来碰烘虚张声势，内在实实在在不空心，因此体积看起来比别人的面包小一点，但售价却比别人多个3成。大家都看小小一颗卖那么贵，然后吃过就不会说话了，对啊。念的是印刷科，不过对印刷没有兴趣。高奇威念书时跟很多人一样，还没摸索出未来的方向。不过他的好处是不眼高手低，肯从做中学。高中毕业后就到姑姑认识的传统面包店当学徒，学一技之长。很随性的，也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那时候是真的做了第一天之后就知道目标在哪里，第一天就知道了，就很有趣啊，成就感就从无到有。在面包店工作，高奇威面包与爱情兼顾，认识了太太陈怡兰，成了工作上的好伙伴。不同于高奇威，陈怡兰在高中念餐饮科时就确定了对烘焙的兴趣，走进面包店厨房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一条道路。
他只有在碰到面包的时候，他才会很坚持他要的东西，然后就是会比我聪明啊。所以你觉得你？我觉得其他生活方面我应该是比他聪明。你觉得大部分时间你比他聪明？算是吧。在面包店做了7年，从学徒干到了主厨。7年前，高启威和陈一兰决定创业做陶粿，于是锁定从小生长、熟悉的木栅作为开店的地点。一方面离家不远，租金是市区的一半，对年轻人来说压力比较小。不过五级后、某人后，一样在和平东路上翻个山、过个隧道，市区和郊区对于售价的敏感度就差很多。有些客人会觉得我们东西太贵，然后就很直接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开在东区啊，或者是就是开在台北市啊，刚好开在这种，就是因为其实这边是以前是眷村，所以这边的爷爷奶奶他们比较不能够接受我们面包店的价格，一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讲话很直接。那其实刚开始心情还没有调试得很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就觉得说其实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努力啦，可是就是别人看不到我们努力，真的哭啊。刚开始当下会有时候会很想放弃，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还蛮乐观的，就是可能像我就还蛮有时候遇到挫折我会想哭，但是哭过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就这样子啊。面包看起来比较小，价钱多上3成，和木栅在地的传统面包店很不一样。刚开始很多人走进店里空手离开，开店前半年生意惨淡，高启威每个月还得向妈妈借钱付店租、食材等基本开销，连房东阿姨都担心小夫妻撑不下去，努力帮他们做推销。一开始我还觉得说，年轻人会做得久吗？那时候我心里有这么想，但是一看，后来慢慢看他们两个年轻人真的很努力，有时候做到晚上，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有点担心说。真的会有点卖不出去。那时不少朋友劝高启威为了生存干脆做回传统的面包店路线，或是到市区另起炉灶，但固执的高启威觉得只要东西够好，撑得够久，总有遇到试货伯乐的一天。没有想要改变吗？没有，因为你要做蓬松就跟外面都一样啦，就是要你既然要开这么偏僻的地方，就要跟人家不一样，你才有一点特色。我知道他就是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不要阻止他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很喜欢这种单纯的地方，我们不喜欢那种就是太复杂的环境，对啊，因为就真的，而且我们都住在木栅，所以就觉得想要带给这边的人更好的东西。陈一兰说，卖不掉的面包只好自己拼命吃，一个晚上最多硬塞8-9个，第一年就胖了好几公斤，吃不完的就捐到食物银行，或者是仿效日本生鲜超市的割饮做法，推出6折媳妇袋，半买半送，也做口碑宣传。很多阿姨其实他们真的还是会就是舍不得买，然后因为其实面包饭隔天烤过都还是很好吃，最多有人买10包。我第一次看到其实我也吓一跳。在等待跃起的时刻，高启威积极练功做准备，要证明自己。他参加世界面包大赛台湾代表选拔，秘密武器是混合了2种法国面粉和日本面粉的混血军团。法国小麦的风味会比较强烈一点，跟日本小麦比起来的话会比较强烈一点。那日本面粉的话，它蛋白质比较高，它的体积会比较漂亮。而前一天用面粉加水制作的天然异种一样低温发酵，酵母用的更少，发酵过程产生的酸味也少，让小麦的麦香味能够清楚呈现。一种它的湿润度跟风味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常吃法国面包的人应该吃得出来它的差异性。准备比赛的时候还蛮可怕的，就因为只有2个人在做啊，然后他比赛的时间是要全程8个小时做300多个面包，然后就是很早的话他就把店里该用的东西用完了，然后就先让他休息，然后可能就从下午开始练到晚上12点，对，然后就其他东西就是可能我帮忙收啊，就是因为里面还需要每天做打扫啊那些的，对。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支持的人在后面支撑，蛮重要的。努力和坚持终究该有代价的。高启威2014年凭着法国长棍面包得到世界面包台湾区初赛优选的好成绩，也在木栅小地方打响名声。
以我们木栅的那个对对对消费来讲，其实算贵的。所以他们当初开在我们家楼下，我们也很担心，不知道哎，担心他搬走。对，然后因为他们只要在台北市的话，我相信会应该会生意会非常非常非常好。有了比赛名次加持，高奇威的面包店起死回生，生意比以前多了三倍。他珍惜得来不易的成绩，努力也加了三倍，不断研发新的口味。搓完之后，让面团筋度重新拉，就是紧实。紧实之后，你再擀开第二次，然后再卷紧，更紧实嘛。你在吃的时候会有拉圈的感觉，这是我喜欢的口感。盐源奶油卷不用市面上现成的发酵奶油，为了好的口感，高奇威不嫌麻烦，自己 DIY， 只为了心目中的实在感觉。其实试过就很清淡的味道，然后就是里面就是奶油化掉了空心的感觉而已。那我们是希望吃得到馅又吃到咸味，那就是里面加面粉去调和，让它粘稠度更够，所以在烤的时候会有点像是奶酥的感觉在里面。而蓝莓、蔓越莓、巧克力、起司、bagel， 光看用料就让人心满意足。吃过我们的 bagel 应该都会知道，一般的添加量可能15%上下到20%之间，那我们添加20%到22%。网络时代透过口碑宣传，现在市郊住宅区的小面包店不只是在地人的新欢，还有不少人专程开车跑到店里要一尝传说中的实在好味道。高奇威说，不少人找他合伙要到市区或是外县市开店，但他的野心不大，做好一个面包师傅的角色就很足够。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就吃到好吃的面包，然后也没有想太，真的也没想太远。实在认真坚持做好的东西，高奇威用行动证明，只要有料，任何地方都有机会。欢迎光临。好，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啊，每一年看到这个日子就出来等。红豆花生原料四个，两边都可以加，冰饮酒量加四宝，这边吃酒量各两颗。冬至这一天，汤圆店的排队人潮从下午3点营业开始就没断过。几点来排队啊？3:40。啊，几点进来吃？5:30。5:30是排2个小时哦。对。就在门口哦。Yeah, 就排一阵子了，想说就要吃到。我们本来想说5点多应该人还好，大家正要下班，结果就已经排那么多人。花生汤圆、芝麻汤圆，蒸腾的连空气都充满甜香。人气最旺的是这一碗古早味的紫米酒酿蛋汤圆。温润口感带点淡淡酒香，是老板娘的私房配方，喝下肚身体立刻暖烘烘。坐落在南机场国宅，被网友票选为第一名的汤圆店已经有40年的历史。一开始老板林都清卖的其实是冰，生意忙到夫妻俩经常吃冰填肚子，老婆的身体也吃出毛病。医生说这个你来，我说无，伊讲诶，有人叫你来，我讲有啊，伊讲啥人，我讲阮翁，伊讲叫伊滴吧，哦，足歹，然后就，唔知佮甲面霜，我袂记住啊，真哦。敢袂甲当场哭啊！当场哭哦！哦，你奈大家互你某食冰安尼哦？无，意思讲恁个某身体安尼拢唔知影你。老老记者已经好像放丑了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动真力，不要命了！医生下令不准再吃冰了，冰店才改成汤圆店，而且一年四季都卖热汤圆。像这种圆子，如果有几颗就是煮坏了，我得甲食掉。对，所以你以后当月就在吃汤圆，有没有时间吃别的？嗯嗯嗯嗯嗯，都是没有时间吃饭嘛。
获选为第一名汤圆的这一年，老板娘连吃三个月的汤圆依旧充满感谢。为了表达感恩情谊，冬至这一天店里没有打烊时间，卖到最后一个顾客上门为止。有人排队，他要吃汤圆，就一直卖，一直卖，卖到没有人吃，哎，那就换我们自己吃。我们就坐下来，两只脚翘起来，然后就要吃碗汤圆，也是很快乐。不过这样的承诺可把老板一家忙坏了。冬至的前两天就开始24小时不停火，已经两天了。两天没睡觉了。嗯。百罐满酒。没有，都没有喝。都没有喝。没有。靠意志力。对对对，煮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哈，一定要经验，然后要一点点天分，啊自己要认真体会，哎啊，最重要是要诚心的去对待你的食材。花生要煮到软烂醇香，最少得温火炖上8小时。几百斤的汤圆也做好 standby， 外送的单子从清晨开始做个没完。都是订单，疯掉。这种疯狂的大日子，三个子女都得请假回家帮忙。夏天卖冰的时候就没有请假嘛，所以那时候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那个夏天卖汤果。啊，冬天卖冰这样子，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现在夏天卖汤圆了。刚才我奶奶在读册，啊吼，我想讲啊，一日咧读，规家伙了，咩啊，做去食，啊，我若去读咧，啊，唔就全部就怎啊，漂流外海啊，对不对？啊，算了，我就开始哦，学西啊，趁钱啊，无管啦。小时候家里穷，林都清没有机会念书，做黑手，扛饲料。一直到开了汤圆店才安稳下来。让大家开心的过节啊，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心愿啊，所以做起来其实还好啦，累当然一定会累啦，只是说不会那么疲惫啊。这碗甜汤做的人开心，吃的人更开心。这个开心的行业让林家人再累再睡眠不足，心里依旧甜蜜蜜。我这样子就是标准的阿美族了，帅哥，应该没有了。对，因为我本身是马祖人。第17族原住民行男大主厨张克勤在厨房里从容不迫做原住民料理。没有先炸过的话，它下去拌炒的话，容易比较容易松散掉，所以我们要维持它原本的形体，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烟熏过。太平洋里的新鲜飞鱼前一天从台东飞到张克勤的厨房，去骨分片，盐水腌制一碗，然后搭配干辣椒、天然新香料，火热爆炒。在部落它可能拿去烤，烤完之后再拿烟熏，所以基本上它肉质已经水分都已经把它烤干了，因为它这样子会比较好保存。然后我们像我们现在因为要因应都市，我们在台北这边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做一些改良。那鱼肉可以吃起来就是还是一样有原本的鱼肉的软嫩的口感，类似日本一夜干的做法，但美味在舌尖飞跃，回味不止一夜。台北很少吃到的飞鱼一年限量2000尾，飞鱼季节限定，错过就只能明年再来。原住民料理当然少不了粗犷原味，台东来的放山鸡浓鲜合度，3斤半标准体重，多一分太肥，少一分太瘦。蒜头、红葱头，然后马告，然后一点米酒，然后一点盐巴，泡个3天之后入味之后，我们再拿出来再烤，从外皮到里面骨头都会有味道。做完天然 SPA 就可以进烟熏室烤出迷人熏香。猪的上面这边嘛，五花的部分，对，因为假如全部都瘦肉，吃起来又太柴；啊，假如全部都肥肉，吃起来又太过于油腻。对，然后我们主要用石板的话，这样煎下去的话，其实它的油分会被石板给吸收，也吃起来比较不会这么油腻。中央山脉短跑健将山猪，肉质 Q 弹，肥而不油，加点盐巴带出本身的甜分，就是原味料理的最佳示范。传统的做法我们要保留，然后一些创新的做法我们也添加进来。
刺葱有淡淡的柠檬味吧，对，有些人说香茅，有些人说柠檬，其实每个人的认知比较不同，可是它就是淡淡。像我们刺葱，像我们原住民食用很广泛，可以用来煮鸡汤，可以用来泡酒。身为台北数一数二的原住民料理大厨，张克勤的本事当然不止两把刷子，传统原味轻松搞定，年轻人有创意创新菜色更受肯定。蛋黄泥混入原住民小米，在海苔上铺展成美味大道，草虾的美味剧情超展开，考验厨师刀工技术。原住民常用的刺葱叶达纳和软丝搅成肉泥，鲜味原味一层一层卷曲包覆，堆叠成层次丰富的舌尖飨宴。张克勤凭着好手艺，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厨艺竞赛常胜军，是全国原住民料理大赛冠军。2016年还拿下世界厨王台北争霸赛桂冠。学的是广东菜，没有任何原住民血统。张克勤原本跟原住民料理八竿子打不着，在粤菜餐厅做了8年。11年前刚好有原住民老板开餐厅，透过介绍力邀张克勤当主厨。刚开始听到人家找他做原住民料理，张克勤的膝盖反应是对方找错了人。但仔细思考之后，决定勇敢接受挑战。原住民菜在台湾其实很少，很少。对，然后以厨师的考量，是觉得这个是很有挑战性，我希望可以把它做好，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原住民的料理。然后以经营餐厅的角度的话，竞争对手少。张克勤觉得开日本料理不一定是日本人，台湾厨师也很多人卖泰国菜，所以是不是原住民问题不大，有没有心才是成功的重点。于是跑到花东的原住民部落去学料理、找食材，和部落妈妈们交朋友，也爱上原住民文化。餐厅刚开幕时走的是原汁原味路线，但有时候太过生猛粗犷，反倒让都市人却步，生意没有起色。左思右想，张克勤决定利用原本的粤菜、台菜基础，结合原住民传统食材，走精致化路线。刚开幕的时候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会有这种问题。你只要碰到很道地的原住民，会觉得你的菜不够原住民，不够传统。那你做很传统，其实都市人不是很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原住民大家的观念就是烤一烤、烫一烫，就直接要不然就生吃。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部分要做协调，其实花了很长一段的时间。蛋皮的是用刺葱剁碎，然后煎蛋皮，然后里面再加上我们的过毛，然后槟榔花，然后再加上一些蔬菜，再加一些蔬菜下去，然后主要都把它包成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负担的野菜卷这样子。保留原有的传统菜式，加上创新点子，兼顾原味和都市口味，让不同需求的顾客们都可以在餐盘上找到满足。张克勤一做11年，已经是北台湾知名的原住民料理餐厅。很道地啊，嗯，尤其这一道鲑鱼很香，很有味道。张克勤认为原住民料理有好的食材和天然新香料，是在地老祖先留下的生活智慧，对外国人的吸引力绝对不输法国菜、日本菜，是台湾可以端上台面的在地特色。也因此他经常出国比赛，一方面吸收经验，一方面借此增加原住民料理的曝光度。我觉得他就是被大家忽略的一块，像一大堆日本料理、一大堆泰国菜，其实大家都没有想说要好好的救援住台湾本土自己这一块。我们希望原住民的部分是可以搬上台面上的，不再是就是这样子，像大家认知的卡拉 OK 海产，就是一些小店才有原住民料理。逆向思考，做别人没做的。张克勤冷灶热炒，乐当台湾原住民第17族，发达一族。天色还没拉开序幕，每位舞台的后场已经如火如荼，展开登场前的准备功夫。我们如果晚个10分钟就很赶了。
北投市场二楼熟食区，卤肉饭老板华文聪和太太林碧霞前一晚十二点才收工离开，墙上的时针转不到半圈，又得出现在摊位上，为早起鸟准备最台的小吃早餐。二十年来周而复始，就像是时钟一样，为生活转动，也转动生活。五点钟，大家困到点钟久？对。啊，你够不够？无够，那我倒爱情需要啊。洗米煮饭，大汤锅水深火热，卤肉汤汁重新沸腾，美得冒泡。豆腐、蹄膀、猪大肠各就各位。这件猪肝，这件猪无会拢要免讲啊。所以讲，我们在广东话，再卤肉、卤三层、卤水果、卤大肠，拢会再卤啊。卤猪脚迄个，反正肉的物件拢会再卤。笋是要油一点才好吃。对啊，笋是有的客人他还强调我要油一点，因为那笋是要油它才会香，而且是猪油，猪油的话你就更香啊，其实你猪油弄什么东西都很香。金钩鱼、黑皮、蒜头跟红葱头、扁鱼，天然新香料，海陆干货爆香，炒得燥香燥香，和穿烫过的大白菜共也一炉，要卤成软而不烂、清甜回甘的肥菜肉。其实卖无几项啦，啊，传就是小可安尼，六点半才会使食饭啊，因为我拢办公六点半，哎，阮遮山顶的阳明山、西部山，水洪水有偌多啊？有人五点就来啊，我六点就来啊，咱若未创好，哪有法度？大的卤肉饭腿骨，加些蚵仔汤。时间接近六点半，人潮准时聚集，全为了这一碗粒粒分明的白稀米饭上晕染的光泽油亮、迷人醇香，还有让人食指大动的各式配菜。大的卤肉饭腿骨，加些排骨汤。一个礼拜来吃三四次，有差不多。哇，这么好吃哦！很好吃啊，你看它卤出来都油油亮亮的啊，那个肉很好吃，入口即化。卤肉通常会有那种肥肥的感觉，他们家不会，他们家的卤豆腐很好吃，卤蛋也很好吃，应该是说都很好吃啦。王文聪的小吃摊是在地人的日常灶咖，还曾经被财经杂志形容为全台湾第一名的卤肉饭。能够在简陋的市场内飘香全台，黄文聪的大锅里有秘诀。今麦这吃起来就是双板肉了。走套吧，也就是猪颈肉，肥瘦分离，瘦的松板肉用调味料地瓜粉腌制一碗，隔天就是嚼劲十足的恰巴汤好料。而肥的部分成为卤肉锅的主力军，再加上穿烫后过成绞肉，胶质超级丰富的猪皮，要共煮一锅台湾国民版美食之王。肠啊，红肠啊头、蒜头、金钩虾、甲虾皮，这师傅足济啊，伊甲加虾肠啊，味搁较赞。午餐人潮散去，就是华文聪备料的练功时刻。卤肉下锅前，大火爆香，替绞肉增加香气。黄爸爸时代锅子里没有的虾米、青葱，是华文聪让自家四十年卤肉饭风味精致升级的第一步。而第二招是把卤肉当成是炼丹。胡须章，好像是新闻杂志啊，干嘛？他就是访问他嘛。人伊控戏，人伊控六点钟啊。啊，我就讲，我就开四点钟啊，敢袂堪要搁开两点钟？小火慢慢翻煮八小时，换来卤肉入口即化的滑顺口感。不止耗费瓦斯，黄文聪接棒后的二十年，人生有三分之一挥汗混入绞肉里，化成客人舌尖嘴里的心满意足。煮出来物件吼，差别伫咧度。较早四点钟免排队啊，即马八点钟爱为二楼排到楼下去啊。你讲安尼有啥物差别？家庭若无温暖，物件都爱煮较久的哦，无想要长期煮较久的物件就好食，安尼，安尼有反应无？
低头了，做父母呀，因为他觉得什么事情就要自己去做，他才会那个。太太说他做事龟毛、认真、死头脑，但黄文聪脑筋灵活得很，懂得与时俱进，才追得上钱的四只脚。像是减低砂糖比例，改加冰糖，让甜度降低，没吸咸。而以前的劳动阶层工作需要热量，又油又咸的卤肉饭刚好符合需求。但如今生活形态转变，随时捞油让卤肉汁油量减半，更符合现在的健康需求。你都讲较好食，是讲你爸爸较好食？时代无同款，袂使讲伊的好食，我的好食。即卖是我比较好食，我即天正经二十年前倒退了，对啦，不及格啊！你要跟着环境、时代去改变，跟着时代改变才有好的结果。但最大的改变其实是黄文聪自己，不爱念书又没有一技之长，退伍之后早上领爸爸的薪水在自家帮忙，下午再到外面的餐厅打工。被父亲打下的事业基础，意兴阑珊，爱做不做，得过且过。曾经有熟客建议黄爸爸早点退休，让儿子接班，换来黄爸爸不留情面的直接对儿子打脸。那那都两公两公，那放我一两，那有可能？那做得开啊？后来黄妈妈中风，黄爸爸为了照顾太太，不得已只好把生活重担交给儿子。生活的难关和磨练，果然带来成长。结婚生子之后，黄文聪更了解赚钱持家的辛苦，而全心全意专注在工作之上，把爸爸的小摊子做到远近驰名，每到假日大排长龙。愈开始哪会珍惜呀、啊？对不对？那是拄到再去珍惜呀、啊。咱今嘛做安呢，嘿嘿，我老爸行出去有风。父亲走路有风，因为昔日散漫的儿子终究拿到了高分，变成了大家眼中的第一名。黄文聪说，如果有人想学的话，他也愿意分享人生的心得，传授一生的小吃功夫。做顾虑就来人啊，真正啊，我不爱骗啊，要做甲唔做安尼尔，心态问题啊。与时俱进，加点不一样，看似平凡容易的卤肉饭，有不简单的滋味。曾经不被看好，如今是受人称赞的专业达人。黄文聪以过来人的经验鼓励年轻人，任何事情只要肯做、专心做，就是成功的起步。亮光也可以磨到发光。台北八德路中仑市场入夜后，就是忙碌都市人的晚餐厨房。屹立半世纪，领先百货公司，是台北第一代的美食 food court。不强调山珍海味，夹卡夹霸，修个短袜，南北口味接地气，才是市场美食的本色演出。市场里人气常常棍，每一摊都有死忠粉丝。2008年到2010年，台北传统市场节的天下第一摊，中仑市场都榜上有名。老板们身怀绝技，卧虎藏龙。其中最牛的就是全台北最会炒饭的男人。有多少会有啊？有吗？有被人亏吗？有朋友啦，炒饭第一名啊，双关鱼啊什么的。大家想歪的头衔其实很正经，就是2016年台北市冠军炒饭大赏第一名。接近下班时刻，老板林少宇手上的煎食没停过，40元一份的蛋炒饭 ，CP 值超高，是很多外食族还有醋冰 gay 表的心中最爱。23，常来吃常来吃，它的价钱公道啊，对点它的饭粒啊，粒粒分明，然后味道很合大众的口味，很舒服，很顺口。还蛮有味道的啦，然后吃起来也那个酱油比较有进去，这样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蛮好吃的。第一名的炒饭功力让饕客舌尖忙酥酥，无影手底有秘诀，隔夜冷藏的米饭让口感更加 Q 弹，大量葱花爆香，加上自制的油葱肉燥卤汁，要让米饭一入口就齿留香。葱跟饭1/3吧，爆香很重要。葱的香气啊，味道要带出来。葱很贵啊，一斤到250啊，最贵最高的时候啊。那怎么办？还是要用啊，还是要用啊，它外面那个香气会上不来啊，东西会吃起来不一样。平底煎台火力全开，受过风寒的白米饭感受热情阔气，开心跳恰恰。平底锅它受热比较均匀，你把它抹开就好了，把
它打散打开就好了，它炒起来就粒粒分明。工具也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要大家什么时候关火也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关火？快成完成的时候利用锅子，快完成的时候就关火，不然等到你完全好再关火，锅子热度在里面，你饭在里面会太干。你好，要什么？好。光是看林少宇的炒饭煎台，不说极致，鹅阿煎也是他的招牌扛把子。曾经是台北市的市场鹅阿煎票选第一名，每天从嘉义东石直送新鲜鹅阿，要大小适中才能男女通吃，老少咸宜，是林少宇的选角标准。中等身材不会太肥，有的客人太大颗，小姐也不敢吃，有的人怕会怕那个味道，太小又看不到。蔬菜便宜就多给啊，再怎么贵也是要有菜，取长补短嘛，就怎么讲，有的时候有赚钱就补，没有赚钱的时候啊，挨过那个时期就好啦。鹅阿煎是公认的台湾国民美食，从台湾头到台湾尾，是夜市还有美食街的标准配备，口味大同小异。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擂台中夺下口碑，大方的林少宇很愿意教大家他的从中求异心法。我的会把饼皮煎得比较稍微酥脆一点，这样，然后蛋香，蛋香要出来。蛋香怎么要出来？大家都有加蛋啊。对，蛋在抹的时候要抹均匀，就像有点像烘蛋的感觉。是蛋黄均匀抹开。对，把它均匀抹开，在翻面煎的时候蛋会比较香。一盘冠军炒饭或是人气鹅阿煎，再配上大骨、薏仁、小肠，熬煮两个小时而成的乳白色四神汤。两个50元铜板还有找，不仅是平民喜爱的平民美食，因为靠近两家电视台，不少大明星也是林少宇的大粉丝。很多张怡晶、白冰冰，还有王宇，老的、年轻的都有。这附近学生啊、上班族就蛮多的，我也觉得说，就让大家能吃得饱，又不会花太多钱。一个炒饭40块，再加个供完汤也是60块而已，而且尽量把价钱压低。让大家都能吃得起，又吃得饱，薄利多销。对。20年前，林少宇刚刚退伍，进入建筑业工作，刚好遇到在中仑市场卖鹅阿煎的亲戚想要休息，林少宇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决定接下他爱吃的摊子。简单的鹅阿煎、炒饭两样，就学了半年才出师，专注一样工作，20年变成了达人。熟能生巧。好。我没有想过自己是当老板呐，我就想说做一点自己兴趣的事，比较能做得久啦。接下老摊子，继而让老摊子变成市场的代表招牌。问他要不要自立门户开间店面，林少宇说市场除了美食，还有共同打拼的优势，让他离不开这里。多元化越多越好，客人才会选择性比较大，共同作战的概念。因为我们不是店面，我们租金压力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把租金的压力的那个租金的花费拿来挪到这个食材上面，就是这一点赢了店面的。专心一意，20年磨一剑，在最普通的事情上找出差异。林少宇的目标很实在，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用心做好每一盘好料，从台北最会炒饭的男人晋升台湾 number one。